画这个笔还不错呢，还比较好画呢。可爱吗？牧野嫁猪，这个是我看出来，这是蓉祖儿姐门口的这些蔬菜们。而且今天我想吃的蔬菜，在这么的一个物资短缺的地方，我心里面、我脑里面就是这些东西。这是笋吗？对对。这个呢？玉米。玉米、胡萝卜、蘑菇、南瓜。土豆、西红柿、茄子，你呢？这个是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它眼熟。这个玫瑰，你再想一想，这幅画跟你有关系。哦，昨天我穿的衣服。哦，因为那件衣服我一看，感觉好像在海边的感觉那种。对，这个花让我感觉你很热情。一身衣服，我很热情。我觉得差不多还是一个风格里面的吧。我稍微抽象一点，你写实一点点。我的线条就是比较简单一点，然后我喜欢每一样东西带一点笑容，就好像它都有生命。这幅画的意义是这样子的。什么意义？这是你，这是你的小院。哦，这没有你的东西喽。就是我去配合你啊，祖儿姐和她的院子。祖儿姐也可以哦，对吧？哦，我的外表跟我的内心想的，其实你跟他们是一样的，就把你画成一朵花，融入在他们里面。这是你的好朋友，好，连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想到，给你10分。